Hello，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林慧明，我来自中国浙江温州，我在阿伯丁大学法学院国际商法专业已经学习了将近一年了。阿伯丁大学建校于1945年，现在截止到现在将近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一所历史非常古老的学校，也在常年在Times 排行榜中排名 top 前150，其中法学院更是被认为英国顶尖的法学院。这里的学术氛围非常的浓，其中相当多的教授导师都在国际学术声誉中享有国际学术氛围中国际学术中享有非常高的声誉。此外，让我们值得非常骄傲的是，阿伯丁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非常高，将近93%，这将意味着93%的毕业生在毕业后的6个月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我相信阿伯丁大学的声誉、教学质量以及就业方面的指导都将帮助我更快地进入中国顶尖的律师事务所。此外，阿伯丁大学的课后生活呢也是十分的丰富。我们可以阿伯丁大学为学生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设施，有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崭新的体育村，有将近美丽的中央校区，有古老的建筑，以及有一个非常优美的沙滩以及大海。从新建的大型运动村到高尔夫球场，从骑马到翻板，都让学生们流连忘返。此外呢，阿伯丁这座城市位于当河跟定河之间，是一座非常优美的城市，也享有着花岗岩城市的美誉，所以欢迎大家来到阿伯丁来学习，欢迎大家来到阿伯丁大学来就读，谢谢。